连续听完两个歌哦，其实跟万芳真的很熟悉，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她非常独特的气质。那赶快先来欢迎万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嗨，两位好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哈。是，你知道跟万芳合作真的是太长的一段时间了，很久了，好像在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来上一两首。对，好像没有小林的歌怪怪的。以前好像也是同公司嘛，对不对？
有一段时间，子母公司。对。所以除了刚刚合作的这两首《Fly Away》跟《飞》哦，其实还有自己照顾自己。对，迷惑森林，迷惑森林里的世界。对，然后还有啊，有这次即将推出的新专辑里头的歌。对。所以你觉得唱我写的给你的歌会不会很难唱？我特别喜欢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的旋律其实有你自己的特殊性，所以在出唱片的那几年呢，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万方很多的起起伏伏，比如说又停顿了一些时间然后才出，所以那段时间其实你的心情是有上上下下吗？我觉得我比较大的起伏，如果说因为没有发片而造成我心情的沮丧，应该是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中间，因为隔了两年的时间。可是后来的沮丧比较在是，我跟这个圈子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个圈子相处，这样。可是后来，譬如说像，在这张新的专辑之前，我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在2002年我出《相爱的运气》那张专辑之后，是2004年我出的是那个叫做精选集。那其实一直到现在，几乎是8年的时间，我才要再推出新专辑。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心境的转变吧。那就算是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发片，我都觉得自己还很幸福，我没有觉得说。就有起伏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心境上的转变。我本来设定这张最新的专辑要到45岁才要发，或者是50岁再发这样子，我觉得还早了一些些，可能可以再晚一点。可是我想，一切就刚刚好，对，顺其自然，就刚刚好，很多事情就刚好发生了，对，那我就即将要发行。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也是很奇怪的想法。因为我专辑做了就要发，还要想说要45岁。没有，原先其实并不是做专辑，而是我在想，人其实是我常觉得，不管是戏剧或者是音乐，它其实是表达我们对于生活的生命的一些感受的，那其实是真的需要真实的生活跟生命的历练，然后你会不着痕迹的在你的声音在你的演出当中去呈现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万方也有很多畅销的作品，其实大家在 KTV 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点唱，就心不了情。对不对？当然还有很多我自己也很喜欢，像那个温哥华温哥华悲伤一号，对，那个时期开始，你就跟一个制作人其实就展开一个非常好的默契。对，我觉得在那张专辑，阿斌老师，对，他一直都是我合作很久的一个录音师伙伴，然后后来他在制作上面也帮了我很多的忙，这样。我觉得大概在就值得赖那张专辑，因为我自己也尝试比较多一些自己的创作，然后多一些自己的意见在专辑里头，这样。所以，就是专辑的参与的程度稍微多一些，大概是从就值得赖那张专辑开始。所以今天真的跟万方能够在一起，而且可以分享到他的新专辑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聊新专辑。对，我们先来听另外一首，就是温哥华悲伤一号。